你是否常常为了不顺畅卡卡的动态卡关呢？让我们带领你打破这关卡。在创作这条路上，总是要准备面对好各种挑战，因此除了要有基本的装备之外，必须随时提升自己的技能等级。这样一来，即使接到意想不到的任务，也能毫不犹豫地接下。透过物件动态和运镜技巧来为作品做更多变化，无论面对怎样难缠的对手，只要懂得利用这些动态技巧的优势来应对攻击，不啰嗦，直接顺利压倒对手。我们是木子，曾经手过 Intel、ASUS、Marvel 金曲奖等知名专案，以对生动运镜转场和物件表演的了解和应用为特色。即便你具备了建模和打光的基础，但做动画最终得要让画面生动的动起来，这堂课就是为此量身打造。满满 3D 酷炫的动态和实用的镜头技巧和应用，都在这一堂课一次灌输给你，让你的作品得到全方位的升级。打通 3D 动态不卡关，动态与运镜的全面升级。